人佛子心，微尘子里小尘世，情如扑灭燃头火，劳役众生功德缘，具足精进佛子心。当知止观双运力，此摧毁诸烦恼，真实超越四无色，修习禅定佛自性。若无智慧亦无度，不得圆满菩提果，故以方便善论空，修持智慧佛自性。为观察自错误，依法心相心非法，是故恨是生自己，断除过患佛自性，疑惑坍塌菩萨国，则将毁坏自功德，故与大乘诸师父不说过是佛自性，为求离扬相心，恶言刺伤他人心，亦是菩萨品行故，莫说他人不悦此，杜绝粗语佛子心。喜难对峙，支持正知真念解，贪等烦恼出生时，立即铲除佛自性。总之一切为一种，观心处于何状态，相续具足真知念，承办他离佛自性。如是勤修诸善根，为除无边众生苦，皆以三轮清净慧，回向菩提佛自性。为利于修菩萨道，一照经虚润典仪，诸生遮掩而转足，三世七从佛自性。这所系此，然以诸多经论故，此
自心定无谬。而诸佛子广大喜，如我于这难测故，相为不复等诸国，诸生者千起宽恕，以此善愿终有情，一生是树菩提心，等同不住有几遍，大悲护足观自在。淮海教育基金会感恩各界护法大德及善士们的爱心护持，温暖每一个受帮助的家庭及儿童。为了回馈社会，关怀弱势族群，海涛法师慈悲置业自2008年承接淮海教育基金会以来，即积极地协助清寒学生、弃养学童、中辍生就学、生活及品德教育，并且不间断地从事监狱教化、济贫发放、急难救助、老弱病苦、单亲家庭、新住民和原住民家庭之关怀